OK，好，咱们开始上课了。现在能看到我的屏幕吗？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好、啊，能看到屏幕的啊，刷个一啊；能看到屏幕、听到声音的，刷个一啊。谢谢大家。OK，非常好哈。 咱们新的一天，咱们继续开始哈。好了，在学习之前呢，呃，咱们要说一下哈，咱们语言呢是从零开始哈，逐渐逐渐加，就说内容呢是逐渐逐渐加深难度的。咱们的物联网课程体系呢，它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哈，你一定要注意，而且呢，知识点要全面覆盖，心急呢吃不了我们的热豆腐哟、哦。咱们要稳扎稳打，对吧？步步推进啊。哈 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仅仅是入门级别的 C 语言教程啊，C C 语言，因为你们在学校也好，各看视频也好，都有学过 C 语言，对吧？所以说大家耐耐着性子去听，而且咱们才讲到哪儿呢？呃，基本语句还没有涉及到哪儿呢？比如说数组啊、指针啊、函数哈、啊、这些复杂的地方，所以说基础好的，我建议哈、啊。 呃，你可以看一下什么呢？《C 和 C 指针》《C 陷阱和缺陷》这两本书哈，就这两本书去好好去看一下、琢磨一下，挺好的哈。《C 和 C 和 C 指针》好，《C 和 C 指针》《C 陷阱》。 缺陷，啊，就说啊，画一些书籍去看一看，甚至把后面阶段的哈、啊、都相应的去复习一下。好，晚上的作业呢是咱们的教辅系统啊去做，因为咱们还没有学完 if、e 呃、w 呃 i for 循环、switch 等等 while，因为还不能完整的写代码。等咱们学完控制语句、循环语句，那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写完整代码，那时候代码量就会多一些哈、啊。 倒也可以看一百例，OK，这明白的帮我扩一下二哈、啊，谢谢大家，扩一下二哈、啊，然后咱们就开始，呃，复习一下昨天的东西，然后来讲咱们今天新的东西，好、啊，跟着梁哥一步步来哈、啊、，OK，好、啊，谢谢大家，好、啊，谢谢，好了，咱们接下来呢就开始啊，复习一下，来、啊、复习一下我们昨天的东西哈、啊，昨天的东西，快速的过一下哈。啊 我们每天都要复习前一天的东西，对吧？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地方数据类型哈，这个地方就是不多说了哈，就是呃呃这儿吧，char 类型的字符类型，它存放的本质存放的是字符的 ASCII 值，占一个字节，在32平台。short 是短整型，那么占两个字节，int 占四个字节，long 三32平台占多少四个字节，float 四个字节，double 在四个字节哈。 好了，为什么浪呢？在四个字也是因为被三十二平台限制了啊。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一个房子的空间，它总它总共的高度啊，高度是一点五米啊，一点五米，大家记注意。那么一个两米的人进来啊，两米的人进来，那么请问进到这个房间，他的头顶离地板的距离是几米了？是不是还是一点五米啊？对吧？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它被这个平台限制啊。 OK，那么至于 double 呢，它是就是特殊的存储方式啊，double 是占八个字节啊，要注意一下。那么测量这儿呢，哎、呃，我看有很多问题哈、啊，就是塞到五是测量类型的长度，伙伴们啊，这儿能看见吧啊？好 塞肉测量类型的长度，一定要注意它的核心是类型。你给变量，它是变量的类型；你给常量，那就是常量。系统认为它是什么类型，就测这个常量的类型啊！一定要注意，它是测类型，很重要啊！红色给它标记的是测类型的长度哈、啊，类型的长度。好，还有呢，有符号无符号，呃、啊，大家做注意的就是有符号的最高位为符号位，一表示负数，零表示正数，好、啊，这个明白就行了。 啊，结构体、共用体呢？结构体中的成员拥有独立的空间，共用体呢共享同一个空间。那至于深入的共用体，我们在后面单独讲的共用体呢，会一一去讲。每举呢是将我们要表示的，一,一列举出来啊，其他之外的这些啊，OK。好，typedef i n e 为已有的类型重新取个别名，那么这个在后边会讲啊。还有 v o a t i 防止编译器优化哈、啊，必须访访存操作，就是说强制访存操作啊，这个地方还有。 常量呢，它的值不能修改。变量呢，系统会根据变量的类型开辟对应的空间啊。那么开辟对应的空间大小是多大呢？是由它的类型的大小确定的哈、啊。类型大小，好，就这个。好，变量的读写了，说白了就是赋值取值哈、啊。然后还有、啊、获取键盘输入输出。好，我们把这几个弄好就行了。好了，实行常量这儿呢，大家。 注意一下，加 f 的是 float 类型，不加 f 的是 double 类型啊，double 类型。还有呢，字符常量。那么字符常量，我们说单引号是取了的字符的 a s 克马值哈，取的是字符的 a s 克马值。输出一个符号本身啊，注意输出一个符号本身呢，我们用百分 c。输出符号的 a s 克马值呢，我们用百分 d。啊，这儿要注意一下啊。OK，好了，单引号表示取什么呢？字符的 a s 克马值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zero 它测量的是什么？注意，你永远记住，它测量的是小括号里面这个东西的类型的长度。好，我们看这个小括内部呢，它看似是一个字符，其实我们说单引号取的是它的阿斯克马值，所以说是九十七。其实它测的是九十七的类型。那么对于 zero 来说，它计算机呢，它没有那么智能，它都死的，它认为哎九十七是硬的类型，所以说是四字节。 啊，这个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啊，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啊，这是这个啊，那么还有了，还有的同学呢，他在我看哈，就是和辅导老师讨论哈，就是他有的就这种哈、啊，这种啊，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简单快速说一下哈、啊，就是这个，呃，比如说是 print f 哈、啊、，print f 什么了，百分 d，呃，什么了？ size of size of a b c，哈、啊，测它的结果应该是多少了？啊，测它的结果啊，应该是 a b 吧？a b，那它的结果是多少了？啊，这个结果呢是三、啊，是 3, 啊是三、啊，啊是三，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结果是三。好，那为什么是三呢？这儿给大家哈、啊、一起讲一下啊，就说双引号字符串它有两个特征，这个在后面字符串。 讲字符串的时候，哈，注意前面只是简单概述，后面我会单独讲字符串哈，一定要注意，字符串作为类型，作为类型的时候，作为类型代表的是什么呢？哎，字符串占空间的大小，啊，这个字符串占空间多大？还有呢，字符串呢，它作为什么地址？啊，A、B。 啊、作为地址哈，它有两个特点。作为作为地址，那么才是代表的是字符串首元素。谁的地址啊？就是字符 a 的地址。而我们的 c i r c 测的是类型，是这个表达式的类型。那么对于 c i r c 来说，它将 它看成类型，而作为类型，代表是这个字符串占空间的大小。那么这个字符串占空间大多大呢？A 占一个字节，B 占一个字节，还有系统自动添加的反斜杠零，所以说是三个字节。啊，三个字节，这儿稍稍注意一下哈，这、啊、儿注意一下。这个其实呢，在后面会讲的哈、啊，这个在后面会讲的。OK，好，这是这个。好，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 还有笔记，这个就提取哈、啊，就是说我们提取一个字符呢，可以用 get char，也可以用 scanf 百分 c 提取哈、啊，百分 c。好，转移字符呢，啊这儿稍微注意一下，转移字符就是我们的反斜杠反斜杠 t，对吧？啊，最核心呢，字符零啊，反斜杠零，数字零啊，字符串零啊，0, 字符、啊、串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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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反斜杠零的存储的二、啊，呃存储二进制啊就是零，和数字零啊存储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说它们两者是相同的。 而这个是字符零，它的 a s k i i 码值四十八。而这个呢，它你想嘛，百分 D 打印，百分 D 打印什么？这是一个字符串了。字符串就两个特征，要么是类型，要么是就是地址。那么百分 D 呢，只能输出，输出的是数值呢，那就是它地址，就是我们的这个字符串首元素的地址啊，一定要注意。它字符串呢，我们用双引号来表示哈、啊。输出字符串呢，一定要注意是用百分 S 输出。那么百分 S。 当我们用百分 s 去输出一个字符串的时候，那么系统啊，它会从这个字符串的首元素地址开始，一个个输出，逐个字符输出，直到它寻找到反斜杠零，它寻找到反斜杠零，好就结束。如果在输出过程中，如果没有找到反斜杠零，它会一直输出，就会出现我们传说中的乱码。 甚至我们不知道大家遇习遇到过没有，要么是方方框，要么是烫烫烫烫烫啊，那种乱码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它的本质哈，我们在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细节上理解它的本质就是遇到反斜杠零。如果这个反斜杠零是在中间位置，它就在这儿结束；如果这个反斜杠零是在字符串最前方，那么它就输出不了任何东西。就像昨天咱们在呃，就是我们的聊天区说，哎，没有内容，对，大家非常好。 所以说,说，将来我们收到一个字符串，不要盲目的通过百分 s 打印，没结果就认为没有收到。特别在后期我们网络通信的世界里，反斜杠零多的是，特别是图片数据，反斜杠零一大堆，对吧？ OK 啊，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哎，简单办法就是肯定网络通信有相的函数，你去看它的返回值有没有长度。还有一种呢，就别用百分 C，用循环一个一个。最笨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字符输出。你这个零大不了输出不出来，但是 H 输得出来，说这样也可以判断啊，这样也可以判断。OK，那么到最后呢，就是经常呢面试题中有字符 a 和双引号 a 的区别。字符 a 它占一个字节，而双引号 a 呢，它是占两个。 哪两个呢？因为第一个要存放字符 a，还要存放一个结束标记，说这儿一定要留意一下哦，有个结束标记反斜杠零，OK，啊，这是这个。那输出格式呢？啊、呃，这个就了解，啊，了解一下就行了。五是宽，再为宽度，那么默认是右对齐，啊，杠呢是左对齐，零呢多出位置补零，哈，啊，这个是无效的，啊，这个。 百呃百分五点二 f 啊五十总宽度二呢是小数的宽度啊小数的宽度 ok 还有呢就是我们 type def 为已有的类型呢重新取个别名啊重新取个别名 ok 这是我们那重新取个别名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三句话你不记得也行我们到后面学一些复杂的语法的时候梁哥还是要给你重复这三句话啊重复这三句话啊 ok 这个呢是对昨天内容的。 复习，OK 啊，昨天内容复习，那么大家呢给梁哥扣个三啊，扣个三啊，谢谢大家。好的，好的哈，好，咱们开始进入状态，对吧？啊，开始进入状态啊。OK，好了，咱们继续哈，咱们继续，咱们学习今天的新的东西哈，学习今天新的东西。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PPT 啊，PPT 开始学习什么呢？学习我们的什么呢？呃，混合运算。什么叫混合运算呢？就是呢，数据中啊，数据中有不同的类型呢，啊，有有拥有不同类型，那不同类型呢之间呢进行计算的时候，就必然有一种混合运算。 啊，比如说我们前面学的 char、short、int、long、float、double，还有有符号、无符号，那么这就是混合运算。混合运算呢，会有两种转换规则，哪两种转换规则呢？第一个是自动类型转换，还有一个呢，强制类型转换。啊，就这两种转换规则。啊，那么自动类型转换呢，是系统呢根据我们表达式的实际数据情况自动完成。那么自动完成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保证精度不丢失。 或者说得更直白通俗一点，就是小的数据类型往大的数据类型转换。啊，其实目的就是保证数据不丢失啊，不丢失。比如说我这儿呢，比如说有个有个什么呢？一升的杯子装了一升的水啊，一升的水。那么还有一个呢，五升的杯子啊，装了五升的水。那么这次呢，我想把这两个杯子和呃溶溶液呢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尽量要找一个呢。 五比五十还要多的，比如说十升的啊，去干嘛呢？存放，避免了数据溢出或者数据泄露啊。所以说，自动类型转换的呃唯一准则呢，就是保证精度不丢失。好，强制类型转换呢，这个呢都是我们用户啊，或者说程序员儿他要根据他的需求强制转换。那么强制转换是用户自己主观决定，那么转换的结果。 出不出问题，那都要由程序员来承担啊。比如说，我就要这么转，你咬我呀，对不对？OK，啊，那么你既然强制要这么转，那你必须承担这个代价啊。它就没有自动转换那样智能了。自动转换呢，它会保证精度不丢、就、失、是。OK，话不多说，回到这儿来。自动转换的原则是什么呢？啊，自动转换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占用内存字节数少。 的类型，向占用字节数多的类型转换，保证精度不丢失。转换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伙伴们，就是这一张图啊，这一张图啊。所以说我给大家做个笔记啊，做个笔记。第一个啊，知识点，知识点一啊，数数据转数数据类型转换啊，转换。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自动类型转换，自动类型转换啊，自动类型转换。那自动类型转换呢？方向呢？啊，我们在 PPT 上啊，在 PPT 上，我给大家截下图就行了啊，截下图就行了。呃，先截图，我会一一去说的哈、啊，不是单独的去看这个图就就完事儿的啊，要去分析这个。你看一下，伙伴们。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大家看一下 char 和 short 转成是啊有符号 int，有符号 int 了，转成有符号 int 和无符号参加运算的时候呢，注意它会要转换成无符号的。那么 int 和 long 参加运算的时候转成 long，那么 int 和 double、long 和 double 参加运算的时候转成 double，float 和 double 参加运算的时候会转成 double，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 int 和 int 参加运算的时候不会转换哟啊。 注意啊，这个就是说这就是转换的方向，有符号会转成无符号。好，注意啊，混合运算，混合运算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才涉及到转换啊，伙伴们这一定要确定哈、啊。就说这个要确定啊，先我们分析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至于后面这一部分呢特殊的，我们一会儿再分析啊。注意有有符号和无符号参加运算会转成什么呢？哎，转成我们的无符号。如果 int 和 long 参加运算会转成 long，int 和 double。 会转成 double，因为 double 会大一些，哈啊。那 float 和 double 强型运算会转成 double 类型，好、啊，注意转成 double 类型。好了，伙伴们，咱们写一个例子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有符号和无符号的强制类型转换，就是什么呢？send send int send int 啊和 入法有符号和无符号，无符号的转换，那么这也是面试题上经常出现的一个案例。哈，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见的多，你的大脑里的存货也就多了哈。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什么呢？ 呃，int 这是有符号数，比如说 data 一啊，data 一等于负的二十。好，现在呢还有一个无符号的 u n s e n e d 无符号必须加这个 int data 二等于多少了？等于比如说是十啊，比如说是十。然后呢，判断 data 一加 data 二如果大于零。 好、啊，这个 if 语句我会在后面讲哈、啊，现在没有讲 if 语句哈、啊，就是说说白了，这个表达式成立，那么就干嘛呢？输出好、啊，输出什么呢？输出大于零哈、啊，大于零。好，否则呢，算了吧。else if 啊，写的阅读性高一点哈，我、啊、其实完全可以加 else 哈、啊。好，如果 data 一加 data 二小于零，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输出什么呢？ print f 输出小于零就行了啊，小于零，小于零。OK，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好，那么大家呢，大家呢，可以在现在呢，呃思呃，就说啊思考个五秒，一、二、三、四、五。OK，现在呢，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啊去输入它的结果是大于零。 还是小于零哈。OK，好了，好大于零呢？大家都知道是大于零的哈，对吧？好，我们去验证一把哈，去验证一把。啊，我把这个字体调大一点哈、啊，字体调大一点。 啊，调再大也是这么大了哈，大于零啊，伙伴们啊，我停一下，这是大于零的。好，这是大于零的。那为什么是大于零呢？啊，感觉上啊，负二十加十负十是一个小于零的、啊，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 data，它是一个有符号的数啊，有符号的数啊，这个 data 一啊，它是一个有符号的数，是负二十啊，负二十。那么它有符号数，而 data 二呢，它是个无符号数。 那么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参加转换的时候呢，参加计算的时候，这儿记录一下哈、啊，有符号有符号 1, data 一，data 一和无符无符号无符号 data 二参加计算的时候，会会先将什么呢？data 一转换成无符号转换。 成无符号，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负二十的补码，负二十的补码，很大的数。你因为这个补码呢，我在后面会讲啊，有知识点一点点来，你就记住很大的正数,数。啊，很大的正数啊，很大的啊，补码哈，很大的，很大的哈。OK。 那就说取出来，因为转成无符号，它就转成无符号，无符号它就没有没有正负之分，所以说它的无符号数是多少呢？补码很大的数，像电话号码一样。那么很大的一个数呢，加上我们的十，它也是很大的数啊。OK，然后呢，然后就是呃很大的数加上十，必然必然大于零。 啊，必然大于零啊，大于零，原因就这儿哈、啊，就很大的数加上一个什么呢？很大的正数哈，很大的正数加上十，必然是大于零的。OK，好，这个地方听懂的请帮我扣个一，没懂的给我扣个零，好，扣个零。 OK，非常好哈啊，非常好。好了，我再改一下终端哈、啊，终端这个始终调了过后了，我看一下终端这个字体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小，默认值。好，我改一下新宋体，这是新宋体啊，这是新宋体，然后七十二啊，七十二。 没啥反应啊，OK，好了，咱们不纠结这个了。好，没事儿，我在终端上多停留一会儿。好，我在终端上多停留一会儿。好，这是这个，说这个地方稍注意，容易挖坑。哈，这个地方容易挖坑，在有的面试题中啊，容易坑你们。哈，好，这儿运行结果，运行结果是什么呢？大于零。啊，大于零。好，大于零。好了。 那么像这个哈，像这个，那么再看一个案例就是了，呃，再看一个案例啊，再看一个案例，多多写几个案例，其实你就多敲啊，以后多敲几代码，好，你就会熟练一些。再看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我们讲啥呢？哎，我们讲的就是什么 int 什么和那和那个 double 吧，double 的转换啊，转换啊。 转换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再快速的看一看啊。OK，那么再写一个 Y 的 test 零三啊，零三，好零三，再跟着我走一遍就行了。比如说我现在哈、啊，就现在，比如说 int 呃 data 一哈、啊、等于十，然后呢还有一个 double，呃呃不用了，我就这样写 print f 啊，print f，然后干嘛呢？输出一个百分 d 啊，然后呢 size of。 三十欧什么呢？data 一加个三点一四，好，这个结果那么又是多少啊？这个结果又是多少？那么大家呢，在评论区说出你要你心里面想的答案，说出你们心里面想的答案。伙伴们，伙伴们啊，说出你们想要的答案。OK，非常好啊。哎，等一会儿呃。 宝华哈，就是你刚才发了个零哈，没就没明白的话啊，到时候哎，辅导老师啊，辅导老师记录一下哈、啊，辅导老师记录一下哈，宝、啊、华这儿，到时候呃，课间的时候啊，给他单独去说一下啊，给他单独去说一下啊，咱们上课呃就讲哈、啊，因为我们辅导老师记住了过后呢，呃，到时候呢给你呃单独去重新讲一下哈、啊、，OK。 当然也可以问我哈，OK，好，大家都输出的是八哈，八的确哈，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结果哈，运行一下这个结果，好，输出的是八，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 int 类型啊，int 类型啊，int 类型和什么呢？double 类型这是无，没有加 f 的是 double 类型。那么 double 类型，int 和 double 先将 int 转成 double，那么运算结果其实测的是这个表达式的结果的类型，一定要注意 s h l r 是测的是类型。 它是这个表达是结果的类型，那么结果呢？它把这个 int 转成 double，它也是 double，最终这个结果就是 double。而 double 在三十二平台是八字节，啊，是八字节，啊，这个地方啊，注意哈，八字节，啊，八字节，好、啊，这儿稍稍注意一下啊，伙伴们啊，这儿注意一下，好了。 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个案例，好案例啊，再说一个案例，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我在讲的时候，大家留意过没有？我说啊，我现在强调的是这一部分，是不是我有意的将这一部分是不是移出来了呀？是将这一部分移出来了。好、啊，那么接下来就讲讲这一部分到底有个什么特点？好、啊，的这一部分到底有什么特点？那么我通过案例去驱动，比如说案例 char 和 short 的类型转换。 和 short 的类型转换，伙伴们，好，主要，细心一点哦，来了哟、哦，要开始了哟、哦。OK，我写个代码，OK，写个代码哈。那么写个什么代码呢？来，一起来看一下。w h d 的，说强制类型转换啊，哈，强制类型转换，你就记住它的核心哦。自动类型转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证做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证呢精度呢，不别那么丢失。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 char c h 等于字符 a，好，字符 a，好，字符 a。那么接下来呢，嗯、呃，再定一个 short 呃 data 等于什么呢？二十，二十。现在我输出一下这个结果，哈，输出一下这个结果，啊，输出一下这个结果。 size of search 加 search，这儿呢，search 加 data，然后呢，data 加 data，好了，这个结果是多少？伙伴们，哈，再去思考一下，哈，伙伴思考一下，好。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结果，一看，首先是 char 加 char，char 加 short，short 加 short，sh ort, 那么它们的结果是多少？分别你这个是就是你输顺序输出就行了哈、啊，顺序输出就行了。好，在你的什么呢？在你的聊天区啊，聊天区，聊天区输出你心目心目中哎理想的答案，好，理想的答案。然后呢，我再带着大家分析一遍，好，分析一遍，伙伴们。拜拜 幺四四啊，幺四四幺四四，OK，好，然后呢，呃，继续哈，继续哈，就输四四二幺四四啊，OK，啊，我说了，咱们这个哈就是一个学，就是讨论的过程哈、啊，讨论的过程，因为假设你错了，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刺激你，对吧？那形成好的记忆，对不对？啊，如果是无欲无求，如果是无欲无求，如果是无欲无求的话。 啊，那就是缺少一些动力哈、啊，缺少一些动力，所以说,说我们不要怕错哈、啊。OK，我们运行一下结果哈、啊，运行一下结果，答案即将揭晓。好，伙伴们，你们押对了没有呢？还、啊、押对了没有啊？啊，要是好、啊、OK 哈、啊，走起，走一波，走起都是多少？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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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是四，好、啊，这是四。是 好，我们看一下伙伴们有没有答对的了。哎，越剧，好，答对了哈。哎，问号问号，好，不知道啊。啊，到时候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看还有谁答对的啊？还有一个呃，宝泽明啊，泽明啊，还有呢，宝超啊，非常好啊。就是呃啊，越剧啊，OK 啊，都都可以哈。一定是操盘对吧？一定是操盘，对对对对对，哈，这是外围的啊，外围的是这样的啊。 好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哈，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为什么会参加计算的时候呢？呃，会出现啊，会出现这个。呃，那我再改一下这个大小，这这个，我怕它说是四哈，不是一哈。 好，我改一下这个。耶，属性啊，属性，我再查一下。好，背景呢？我改成，可不可以把背景改成白色的啊？ 好，现在合适不，伙伴们？现在能看清吧，伙伴们？这、这、这都怎么样？来，可以的话，给我在评论区扣个五。好，这种了，这种，啊，可以哈。OK，好，咱们就这样哈，就调一调哈，有，说一下就 OK，好，为什么是哈，这样给大家说一下哈。嗯、呃，是这样的哈。我问一下大家，我现在有一个杯子，只有一升。 那么这个杯子呢，也有一升。现在杯子啊都装了零点七升的水，零点七升的水。你这两个杯子一加的时候，它总共是一点四升。我们用一升的杯子去接的话，能接住吗？是不是接不住的呀？对不对？因为欠儿，因为欠儿呢，注意哈，伙伴们，好，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啊？是因为欠儿类型啊，它的。 就算无符号也是零到二五五一个字节，因为 char 哈、啊、它的呃字节一个字节，它最大范围呢是零到二五五。好，后面二进制我会讲哈、啊，就是零到二五五。那么比如说我来一个，我说这个 char 假如说一不小心付了一个两百，这个 char 呢也是两百，那么两百加两百是不是四百？远远超过了一个字节，是不是溢出了呀？是数据溢出了。好，所以说啊，当我们 char 和 short 只要参加运算，注意哈。 不管是混合运算还是运算，由于自身字节数太小，系统为了保证精度不丢失，自动将 char 或 short 先转成 int，防止数据丢失。啊，是这样的哈、啊，它不是混合运算了啊，就是说只要参加预算，由由于什么呢？由于啊 char、ure, short 自身。 字节字节数过小，过小很容易溢出啊，很容易溢出。还是说，所以呢？所以只要只要什么呢？只要 char、short 参加运算，都会。 将自身转换成 int。OK，好，是这样的，说这个转成 int，这是 int 四个字节，这儿呢转成 int，int，int，int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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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四个字节。那这儿呢，其实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大家了解一下就 OK 了啊，了解一下就 OK 了。OK。 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OK，听懂的给我扣个一，哈，没懂的给我扣个零、啊，啊，OK。其实你就简单认为这是计算机它的内部决定的，啊，因为它太小了，啊，太小了，啊，太小了，啊，你没有任何就知道这个这个常识就行了，知道这个点儿就行了，OK。好了，好、啊，啊，OK。 还有伙伴们，就是虽然说咱们的辅导老师在班级哈、啊、也在看这个直播，对吧？那么辅导老师呢也有可能在听这个直播的同时呢，有的学生呢也会问他问题。那么我在比如说，哎，大家没没懂得回零。那么这时候刚刚呢，其他同学正在回答问题，这时候没看到，这是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们学习哈、啊，学习这个东西，其实呢大家一定要主动。就算你回答没听懂，那么辅导老师没看见的话。 只要是没听懂的，都可以在课下问我，问辅导老师、伙伴啊，一定要注意哈。只要是课下都可以问我和辅导老师的啊，不要说我发了您，你为什么没看见啊？大家都相互理解一下啊，相互理解一下哦。OK，贵在理解哈。OK，好，这是这个呃自动类型转换哈，自动类型转,、啊、转换。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怎么了？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呃。 什么呢？我们的强制类型转换啊，强制类型转换，好、啊，强制类型转换。那么强制类型转换呢，就非常的简单哈、啊。C 语言的强制类型转换方式呢，就是什么呢？哎，这就是强制类型转换的类型。那这右边呢，就是你要转换的表达式，好、啊，转换的表达式啊，一定要注意哈、啊，转换的表达式。OK，好，这个呢。 要稍稍注意一下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强制类型转换就是左边用小括号括上你要转换的表达式啊，转换的类型，右边呢就是你要被转换的表达式，这就行了哈。OK，那么类型类型说明符就是这个类型说明符，尽量要加什么呢？小括号啊，尽量加小括号。OK，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啊，我们再看几个案例，多了解一下哈、啊，多了解一下。test 零五啊，test 零五。 测试六，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定了 int x 哈 i n t x 啊就是 flo at, float 啊 x,，float x，float x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的三点一四啊，三点一四啊，严谨点呢是 f 啊。再定一个呃呃，再定一个 i 啊，等于初差为零好，把它初差为零，好的习惯。那这时候呢，我们接等于什么呢？等于啊，强制性转换下，转换成什么呢？x。其实哈。 不转换呢，它结果也是一样的哈。不转换，我们先看一下哈。不转换，那么我们可以干嘛呢？打印一下 j 的值，啊 j 的值，啊 j 的值，打印一下。OK，打印一下 j 的值。那么这个 j 的值是多少了？这个 j 的值是多少了？OK，大家呢，呃，在评论区啊，回一,回想一下，它 j 的值是多少？就说 x 是三点一四 f，j 等于零，然后把 x 的值赋给 j，然后打印一下 j 的值。 它是多少了啊？在评论区，好，回复一下。三啊，非常好哈，三啊，非常好。呃，为什么呢？大家看一看哈，我们仔细琢磨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说过一句话，关于副词语句左右两边的类型是不是要匹配？是不是类型要匹配呀、啊、？OK，左边的左边的 i 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 int 类型，是个整型。 而右边的 x 呢，是一个 float 类型，是浮点型小数的。那么这就必然语法上句，语法上呢，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类型不匹配。那么系统看到这种情况呢，就会将什么呢？因为你是把 x 的值付给 i，那把 x 哦、呃，把 x 的值付给 j，你是把 x 的值付给 j。 那么这这个表达式里边重点是谁呢？就是借，就是说你要把东西给借。借的本身是 int，那么借就只能拿 x 的 int 部分，也就是说整数部分啊，整数部分。所以说这时候，那么 x 的整数部分呢只有三啊，只有三。有 3, 也就是说借只是从 x 把三拿过来付给了借啊，付给了借，说借只能拿到三，这也相当于一种自动类型转换。 啊，自动类型转换啊，所以说当赋一个值的时候，当我们赋值的时候，其实借的值是多少，并不是你 x 的值来起主导作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要看接的类型决定。因为接的类型是 int，所以说它就只能取 x 的整数部分，就是三啊，就是三。好，这种呢阅读上面那么不会很高，所以说我们一般。 在写的时候、啊、都会加上 int，这样呢显得更加严谨。这样一强制对 x 一转换的话，那么这样左边接是 int 类型，右边也整个表达式也变成 int 类型，那就合理了。而且将浮点型转成 int，其实就是取得它的整数部分是三啊，取得取得整数部分是三，所以说这时候接输出的是三，原因就在这儿取得是浮点型的整数部分。 OK，好了，那么这句话听明白的，请给我扣个一啊；没明白的啊，扣个零。在这儿呢，大家在发的、呃、发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付一个值，其实往往是接收方来决定。比如说，比如说兄弟们，比如说，嗯、呃，你要给梁哥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要送两个一个东西啊，没有暗示什么东西啊，送两个一个东西啊。那么，比如说好、啊、送个东西，那有 A 东西和 B 东西。那么我收到你送的东西过后，那么我的心一方，比如说我喜欢 A，而不太喜欢 B，那么我我个人情感会对 A 那么喜欢程度会大大增加。那么这个喜欢程度是由接收方来决定的啊，接收方来决定的。就像我们干嘛呢？ 付给什么呢？付给我们的什么呢？借啊，把值付给借。那么真的最终数据是和是什么？是由借来决定，不是说你是多少我就全部拿过来。OK，好，那么是这个知识点。那么这个知识点过后了，还有一个知识点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 X 的值还是多少了？伙伴们。 伙伴们，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 x 的值又是多少了，伙伴们，三点一四哈，还是三点一四啊，三点一四零零啊，其实三点一四和三点一四零零都可以哈啊，OK，好，我们来运行一下，好好能看见吧，三点一四零零。那么你说梁哥，不是我给他强制类型转换了吗？注意哈。 强制类型转换，好、啊，注意这儿有个有一条语句，你记录一下就行了。强制强制类型转换只是临时的，临时的转换，当前语句有效。 好，当前语句有效，在后面的语句中不会更改 x 的值，不会不会更改更改 x 的值。其实这、啊、说这么多哈、啊，说这么长串，你说强制类型转换，只是呢，在当前这个语句啊。 当前这个语句把 x 的值呢转换成三点一四，转换成三啊，转换成三，三呢付给了借。好，这条语句结束过后，那回到这个来，其实 x 还是三点一四，它是没变的。其实非要非要从呃实质上去理解，本质上理解这个很好理解。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借和 x 谁是读操作，谁是写操作？注意啊，我们的是把这个 x 值付给借，那么借是不是一个写操作？写操作对于借是写。 对于 x 是不是读？那么读的话，是不是就是把 x 这个空间的 x 这个空间的三点一四拿出来？是读操作拿出来，是读操作拿出来三点一四，拿了一个三点一四。而它呢，int 类型呢，仅仅是对这个拿出来的这个三点一四转换，转换完了过后呢，就把这个值赋给了 j，并没有反方向对这个 x 进行写操作，并没有，所以说 x 值是不可能得到更改的。 得到更改的，OK，这儿明白吗？明白的话，给我扣一个六啊，扣一个六啊，这儿。好，非常好、啊，谢谢你们火箭啊哈，OK，好，非常好，非常好，OK，我把这个笔记做一下就行了啊，把这笔记做一下就行了。 强制类型转换，运行结果是多少了？好，我再写到这儿哈是。 OK，好了，这就是类型转换，伙伴哈。接下来呢，我们就干嘛呢？我们就看一下新的知识点啊，类型转换。无论是强制类型转换还是自动类型转换，哈、啊，这个地方注意一下，无论是强制类型转换还是自动类型转换，都是为了本次运算的需要而对变量数据长度进行临时性转变，不会更改数据定义的类型啊。OK，这是我们的类型的转换啊，类型的转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运算符，运算符呢，其实就是什么呢？ 用运算符将运算对象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的式子称为 C 算术表达式。好，注意，好，什么叫算术表达式？就是呢，呃，比如说十加二十，那么运算对象是谁呢？运算对象咱们一定要搞懂对象。运算对象呢，就是十、二十。我们将运算对象和什么连接起来呢？运算符啊，运算符，就说用运算符将运算对象连接起来。 那么运算符呢，就是我们的加号，那么这就是运算符十和二十就是运算对象，那么这样连接起来符合 C 语言法则，也就是说编译不出错的就叫算术表达式。那么运算符呢，运算啊，这我们的这个运算对象呢，包含常量，包含常量，比如说一点五这个表达式一点五就是常量，变量 a、b、c，你看到 a、b、c 好。 字符 a，那么这都是什么呢？啊、呃，这是字符常量哈，这是字符常量。那 a、b、c 就是变量。好了，这个地方函数，伙伴们这儿一定要注意，函数也可以出现在运算，也可以作为运算对象。那么这个函数指的是什么呢？一定一定要注意，严谨一点，这是函数的返回值，因为我们是把函数的返回值来作为。 运算对象，OK，好了，常见的运算符呢有哪些呢？呃，运算符呢，算术运算符啊，注意算术运算符呢有哪些呢？加、减、乘、除、取取整、取余。加减，伙伴们，我这儿就不说了哈、啊，不懂的咱们私下聊哈、啊。加减乘我就不说了，那么取整取余，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要给大家谈一下啊，好好谈一下，OK。 算术运算符啊，加减乘除，好，OK。知识点二啊，知识点二，运算符知识点二，运算符，运算符。那么第一个啊，就是算术运算符，算术。 你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取整，叫取整哈、啊，取整，取整。好，这个呢叫取，啊，取。 哎，怎么输入法不好使了？取啊，这个一定要理解，因为经常用到啊，经常用到。好了，我通过代码给大家看一看啊，代码给大家看一看。test 零六啊，test 零六。好了，伙伴们，比如说我打印一下 print f 啊，print f 打一下什么？打一下，比如百分 d 啊，百分 d。伙伴们看一看。 如果五对二取整，结果是多少呢？就是取整数部分，啊，注意哈、啊，这个地方呢要严谨一点，哈、啊。这个笔记呢要严谨一点。什么时候是取整呢？就是说取整啊，取整，取整呢是必须是这个 a 和 b 都是 a，b 啊 b 啊，就说。 a、b 必须都为整数，必须都为整数的时候，表示取整，啊。好，大家看一看，来看一下取整，就说你除完过后的整数部分是多少，那么这叫取整。那么五对除以二，那是多少呢？二点五，那么它的整数部分是不是二啊？这就是它的取整，好二。2 好，结果就为二，OK，这是取它的整数部分，哈、啊，取它的整数部分，或者是说你用什么短除法，哈、啊，好，除以二，啊，短除法，除以二，好，五除以二商几呢？商二，余几呢？余一，那么这就整数部分，好、啊，那么这就是余数部分，OK，啊，这个地方。 这是二，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啊，这是取整，然后接下来取余呢，取了呢,取呢百分 d，好、啊、注意，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五对二取余呢，就是这个对二取余，那这个呢余多少？就说五除以二，它余几了啊？它余几了？就是我们刚才五对二三二二得四余一、啊，那么这边就是余数啊余数啊余数。啊余数 好、啊，这边余数余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啊，这就是什么呢？取整为二、啊，余数为一啊。取整余数啊为一啊，余数为一。那么这个稍稍有点数学系的哈、啊，数学系的。OK，这个地方。 哎，哪儿少了个括号，伙伴？少了一个括号在哪儿？让我看一下笔记里面吗？啊，我到时候到时候看一下，到时候笔记里私下告诉我啊。OK，好了，伙伴们，那么这个地方弄懂的话，就说取整取余的这个地方弄懂的话，给我回一个呃七哈，回一个七。 没懂的回个零。好了，啊、呃，这儿都可以了。过后呢，接下来呢，取整取了，经常来做这个哈、啊，做写写个代码哈、啊，给大家写个代码哈、啊。这是取整取哈、啊，这是案例哈、啊，这是案例。我给他，咱们这是讲明白这个知识点哈。啊 咱们讲明白过后呢，肯定要干嘛呢？还要去练习，对吧？还去练习啊，练习运行结果啊，运行结果。OK，好了，接下来案例是什么呢？案例，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说判断。 判断，呃，就键盘输一个数，键盘输入一个数，是否能被什么呢？三整除。好，就这样的案例。好，这样的案例呢，注意核心点，首先你要键盘输一个数，然后呢，判断是否能被三整除。啊，其实就两个点，键盘输一个数，判断是否被三整除。OK，像这样的代码呢。 test 零七好，快速的写一下啊，零七，伙伴们啊，首先键盘输一个数，键盘输一个数啊，键盘输入一个什么呢？啊，整数啊，键盘输一个整数啊，整数。键盘输一个数的话，你是要用去变量去接，所以说事先啊，要去要定一个变量啊，定一个变量啊，粗糙为零啊，保证这个变量的干净。 然后键盘获取输入呢？呃，你要你要判断，叫提示嘛？我们说了，哎，为了提示，请输一个整形数据，请请输入一个整形数据。啊，整形数据。好，获取键盘数呢？又重复，是干 F 获取一个整形的话，就是百分 D，浮点型百分 F，百分 LF，然后呢，字符串的呢百分 C。 字啊字符字符百分 c 字符串呢百分 s 啊百分 s 好拿到这个变量的门牌号，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变量的空间起始地址。好了，获得过后呢，接下来呢就干嘛呢？判断判断是否能被三整除。那么什么叫整除啊？什么叫整除？整除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啊？整除什么叫整除？ 一个数能被另外一个数整除，它的余数余几？是不是余零？是不是余零了、啊？比如说判断能被三整除，就是它对三取余，如果余数为零，是不是就被整除？伙伴们，OK？好，说这儿呢，大家看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除以三，它的余数如果等于零，那就 OK 了啊，OK 了。print f，好、啊、，print f 干嘛呢？好、啊，打印一下，好、啊。 OK，能被整除啊，就 OK 就行了。OK，然后呢，再打一下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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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啊。OK，那这儿呢就是 no。 好了，我们来运行一把，哈，我们运行一把，OK，走起，走一波，走一波。那输入一个整数，啊，输入一个整数，那输入一个十二，啊，敲回车，是不是 OK 的啊？再输个十二是可以整除的，那、啊、再输入一个什么呢？输入一个五，那么都是六，不能整除的，对吧？OK，好、啊，这就是这个呃取整取的一个什么呢？啊，一个案例啊，取整取的一个案例啊。取 去争取那个案例啊，一定条嘴输个十二，输个二十一吧。OK，好了啊，好了。 那么，呃还有一个哈，就是、说给大家给大家提个晚上的晚上的练习吧，啊，练习练习啊，提示一下哈、啊，练习，呃，这个呢不是必做的哈、啊，就有空的基础好的可以去做一做啊，练习，就是说键盘输入输入一个一个什么呢？嗯、呃，四位数啊，四位四位数。 好，四位数，呃，请把每一位上的数字取出，请取出，请取出每位上的数字，啊，每位上的数字就行了，哈，就是很简单一个练习啊，好，大家记住一下就行了。OK，那么这个取整练习的，这这个练习啊，就是这个练习啊，就是这个练习，好、啊就是啊，明白的给我啊，扣个八，啊，扣个八，伙伴们。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哈，谢谢，啊。好了，还有两分钟了，好，我们就要下课了，哈，就要下课了，哈，我们这儿呢，呃，呃，就简单说一下，就说这个案例，哈，就是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哈，就简单说一下，就说你们去做的时候，哈，一定要做输入，首先第一部分你要输入一个四位数，哈，键盘输入，那键盘输入呢，你肯定是不是这个代码是固定的呀？你看，定一个变量。 然后干嘛呢？哎，print scale 获取到啊，获取到过后呢，你看到没有？取出每位上的数值，那怎么取？那个十、百、千位，就通过取整、取诊取整、取余啊。呃，记住，好的，去写写啊。我们去写写。好了，咱们呢就是休息十分啊、呃，休息二十分钟。咱们的十点五十再再继续啊上课啊，我们、啊、继续上课。大家呢没吃早饭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吃早饭啊。好 上上厕所的，上上厕所，对吧？一定要接杯水，对吧？一带到屋里面，对不对？啊，空气呢，嗯、呃，没有那么流通啊，窗户打开，吸吸空气啊，然后呢，喝杯水哈，喝杯热水。